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已经把主程序写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就是咱们程序算是写完了。嗯。那下一部分工作就是让每个人可以对这个程序进行扩展，对吧？那扩展的时候你要随意写，肯定过来的时候我得改主程序才能完成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如果在我不改主程序的情况下，直接你那个扩展的东西代码往我这一放，我就可以用到你的扩展，对吧？这才是咱们软件工程需要的一种方案，对不对？嗯。而不是说多写一个形状我就改主程序，用大量的判断，如果是矩形我调用矩形的，如果是圆形我调用圆形的，如果三角形调用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写很多的代码，并不是说加代码困难，而是因为什么，每次加东西都需要改代码，这个不太合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看现在咱们如果按照规范写一个形状，我就不用改任何东西，我就能让这个形状可以计算，对吧？那我按照什么去写？我按照这个抽象类，当然了它可以咱们生命成接口之类的，是不是按照它去写就可以了？好，我们来完成一个比如说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计算的处理，对不对？三角形是 triangle.class.php， 然后我们打开它，在这里边，嗯，这是按什么形状的抽象方法抽象类，对不对？写的一个三角形的三角形的计算方式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声明一个 class triangle，然后必须得继承谁呀？形状，是必须得继承它。那继承它之后，我们这里边就可以写跟三角形有关的属性了，对不对？首先，我们这里边需要写三角形是不是三条边啊？嗯。那我们这块声明第一个变量，私有的，叫做边一，行不行？就这么起名了，对吧？然后边二可以吧？边三是不是呀？嗯。然后需要一个构造方法，希望 str.uct 去处理这个，传一个数组默认可以为空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我们这里边还得覆盖按照形状的规范去写，所以把这个抽象类打开，对不对？嗯。里边必须得有的方法是覆盖什么面积 area， 然后必须得有的方法周长，这样主程序就调用这些，所以你按照规范也写这些，是不是主程序自动就能调用到啊？嗯。视图，然后再来一个验证，验证里边需要存一个数组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这些方法我都覆盖了？然后咱们一个一个把这些方法按照三角形的去实现，这要判断一下，如果存的这个数组不为空的情况下，我是不是开始初始化呀？嗯。让这次里边的边一等于数组里边的边一，可以吧？可以。让这里边的边二等于数组里的扩音边二，对吧？然后这次里边这里边边三等于 AR 边三，对吧？然后父类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咱们需要给的一个名字啊？这次里边的 name 等于，是不是这块单词写上三角形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话就附上名称了。然后呢，三角形，咱们验证三角形，首先呢，咱们做一个标记等于真，对吧？最后返回这个标记，那就是通过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判断
这里边的边一如果小于零，当然你可以验证很多条件，咱只是临时写的，对不对？我这块就可以输出一个什么，第一个边不能小于零，可以吧？边，然后返回什么，返回不是这块直接返回也可以，或者直接把那标记怎么的等于甲，对吧？然后同样我们需要在这里边三个边是不是得验证，对，哎，这块边二不能小于零，边三不能小于零，这块是第二个边，第三个边是不是就小了？但是三角形还有一个验证什么呢，这验证归你自己写，你就得验证全了，对不对？那两边之和必须大于第三边，清楚吧？两边之和必须大于第三边，所以这里边写上，如果$ARR 里边的波烟边一加上 ARR 里边的什么边二，如果小于$ARR 里边的边三，对不对？或者 ARR 里边的，这块我们可以加个括号吧，当然优先级或者的优先级肯定是比较高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块咱再加上，如果边一加上边三怎么的小于啊边二，对吧？然后再这块啊括上啊，没改过来，对吧？这块应该是边一加边三是不是小于边二啊，然后再或者什么，这直接括号吧，哎 ,RR 里边的边二，对吧？加上 ARR 里边的边三，如果这块小于什么边一，边一，然后我们这里边就将这个标记这个变量等于甲，然后这块输出一个什么两边之和必须大于第三个边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可以一个一个写了，比如说界面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把矩形的偷个懒啊，把矩形的这个怎么着，对，拿过来，是不是也是一个表达呢？提交的位置都不变，只是这块 action 的得改成什么 TRIANGLE， 对不对？pose 的，然后这块谁的是名字上有了第一个边，然后第删掉复制几个，是不是这样快一些啊？第二个边，第三个边，然后这里边宽度分别名字都叫什么，边一边二边三，对吧？然后这块也分别改成边一边二还有什么边三，然后其他的不变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然后计算周长很容易吧，返回这次里边的边一加上这次里边的边二再加上这一次里边的边三，这样的话是不是三个边相加就是周长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面积这块，面积呢这块就不太好办了，得用那个三角的面积，应该有那个知道三边计算面积的，有一个叫做海伦公式，对吧？咱们查一下，网速比较慢，等待一下。
是网速。海伦公式，海伦，海伦公式，伦是这个吧？海伦公式，看一下这块是海伦公式，对不对？就是计算一个三角形的。那看一下海伦公式，看随便找一个，咱们里边看一下它是怎么介绍的。这块P 是三边的和除以二是一个 P， 然后是看一下，假设平面内有一个三角形分边长分别为 ABC 三个边，可用海伦公式求得 S 是等于 P 除以 P 减 AP 减 PP 减 C， 对不对？然后三边相加除以二是个 P， 对吧？这是 S 呢，就是得到的那个面积结果。那咱们按照这个来设计一下，来往上一下面积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计算出这个 P 的长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三边除和之和除以二啊？那这是不是三边之和？三边之和除以二，这就是这个 P 的值，对不对？然后面积返回就是开方 SQRT， 这是开方的意思，对吧？开方开谁呢？就是这里边有个 W 符 P。乘以 WP 减去第一个边，对不对？ this 里边的边一，对吧？然后再乘以什么？乘以 WP 这块是减去啊。WP 减去边 this 里边的边二，对吧？再乘以 WP 减去this 里边的边三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海伦公式，咱们针对三边计算出面积的，这就是数学中的公式。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，可以好好看一下百度里边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看一下，这样的话我们写个形状，是不是就自己按照规范把形状定义完了？而三角形的具体的计算和界面还有验证都可以自己写，对不对？对，按照三角形去写的。然后我主程序在没改的情况下，我现在就可以计算了。点举线，这个是前边的什么没有定义宽高，像这种提示咱们可以完全不要，因为是注意的提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块把这些注意的提示就不显示了，不然的话注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级别，后边咱们会学那些错误级别暴露的处理，咱们再说啊。我先把它屏蔽掉 ,EROR, 下划线 ,REPORTNG, and porting, E, 输出所有的并且呢除了 E 下划线 NOTICE 注意的环节，来我们看一下，点下矩形可以，对不对？点下三角形，你看三角形，我算一下，10计算三角形的三角形的周长为30，面积为零，不可能为零啊，为零就是因为什么？咱们这个海伦公式写错了吧，三边之和除以二，然后呢 SQRT 开方 P 乘以边一边二这块写错了，是不是应该 WP 减去啊？计算一下，这块写错了，是在26行，刚才咱们这26行 P 减去少了一个什么 WP， 对不对？来我们再重新计算一下，10是不是这面积就出来了？那假如说两边之和，比如这写个5，这写个3和5一个边是10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组合不了成三角形了？所以这样就会出错。我们点下计算，是不是两边之和必须大于第三边啊？对吧？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现在我加一个形状，只要在这个木栅一放，我改主程序了吗？没改，是不是这形状就可以计算了？
那现在给大家留一个作业，什么呢？留一个写个圆形，一个梯形，一个平行自边形，你只需要在这块加上链接和把那个类往这一放，各个形状计算就都可以出来了。你想这种扩展是不是都是统一的几个多种的一个程序的多种形态啊？嗯，那这种是不是就多态？嗯，在咱们程序里边也把模塑方法是不是用到了？嗯，每个类的封装是不是咱们也用到了？嗯，对吧？然后继承是不是咱们也用到了？封装、继承、多态，用咱们例子都用到了。嗯，当然不可能把全部的语法都用上，对不对？嗯，静态的或者什么的，咱们不一定全用上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些呢，咱们可以用一些静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嗯，比如像这个方法，我们完全可以做成静态的，对吧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例子。当然了，还再写多少个形状，你都不用去改主程序了。这就是这例子。我只是咱们课上用了两个形状去做例子。第一个形状是为了配合写主程序的，以后每个形状都是你单独写的，按照规范去写的。嗯嗯，那咱们这个例子就到这里。好吧，用一下封装继承多态。大家如果对封装继承多态，特别是多态不太了解的话，你可以多看几次这个例子，想象我是如何做让程序可以做成什么不改主程就可以扩展的，再回想一下咱们前面讲的那 USB 的例子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嗯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咱们的一个图形计算器的小例子，咱们用了几个时间就讲到这里。好，再见。